在香港创作过无数经典，向雪怀和一众音乐人去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音乐艺术联盟，由他担任联席主席，希望利用金曲带领新一代的粤语歌手开拓内地市场。一定是要金曲大新人，即是你安排了可能你要一定要唱一首香港的金曲，加上你的原创。如果在个金曲的演出上高，人家欣赏你就会跟着欣赏你的原创。你原创都不懂，你有没有听？你连旧歌未唱好，怎么唱新歌？中港两地用语大不同，但是他坚持即使粤语歌打入内地都不会改变一字一词。如果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，是以形态来表达，香港的粤语语言就是 全华语社会里面最形态的语言，最生动的语言，那为什么要改？既然这么生命，我为什么不要利用这个语言发展好音乐，唱好歌？用我尚有换我没有，其实已用尽所拥有。他以陈奕迅的陀飞轮为例，展内地本来并不熟悉陀飞轮一词，但是首歌仍然红起，证明有舍自然香，只要用心做好音乐就一定有人欣赏。